最爱玩的英雄是布洛克，手拿火箭筒的狠人，视野成超远，还附带范围性攻击。你们觉得他适合玩什么模式？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就下面支持一下吧。咱也不知道，就随便玩玩吧。钻斗淘汰赛规则很简单，干掉敌人就行，不能复活的。对面有个和我一样的英雄，很烦啊，因为有一句话，撞英雄不可怕，谁菜谁尴尬。我要是打不过怎么办？对面潮流哥播客，使劲打，边退边打。小鹏再吃我一发炮弹，可恶，人头被抢了，然后还被对面布洛克干掉了。我的配合下，四选干掉了他。边一边也传来喜讯 ，KO， 本局获胜。这一局把队友都太厉害了，所以完全没展现的机会。你们觉得这英雄厉害吗？Nice。